北港朝天宫三川殿门诊石，门诊石或称门箱、石箱、客甲意，在门柱下与门臼相连来承托门柱，具有稳定门板开关的作用，常被雕成箱形。台湾匠师称为门箱，因以石为材，所以也有人称为石箱。以前常见到乞丐坐在右石箱上向往来香客祈祷，故也有人称它为客甲意。在朝天宫三川殿龙虎门处，每个门各有两个石箱，总共四个。师父常常在石箱上留下精美的雕刻，龙边一石箱内面雕有狮子以及一头牛仰望明月，狮牛望月，台语谐音为塞骨往威。这一幅有趣的图案表达的是人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驾着牛车盼望着快到黄昏能赶快休息。而在另一面则雕有两只鹿，意思为路路顺利。龙边的另一个石箱上雕有两只狮子在嬉戏，有事事如意的意思。在虎边门的石箱正面雕有乐师与童子，欢天喜地的舞狮敲锣打鼓，似乎是在为神明庆祷。在内面侧则雕有八骏马图，相传周穆王在位时天下太平，于是穆王驾着八骏马周游天下，遍察民情，四处寻觅人才，所以八骏马有天下太平、人才辈出的意思。